Hardwork Pay Off。这个影片我要扮演的角色是校长。那这个影片我要扮演的角色是被欺负的孤儿。在这边我扮演的角色就是坏学生。在这边我要扮演的角色是也是坏学生。在这支影片我要扮演的是老师。我已经不拿书，不给呀。Thank you.